现在这个选址，两个是二类首先定个规矩，就是要搞大保护，不搞大开发。 现在是用洗衣粉还是用？啊，用的是洗衣粉，肥皂。我们洗完衣服，那个水就从那个下水道到污水处理厂去了。啊，玻璃一下，再流到长江。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好。哎呀，欢迎你们来砍我们了。当你们日子过得好，我们高兴。不太好。你们高兴，我们也高兴。是，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。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体，上游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，提升水源含氧能力。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。下游的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，促进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。 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，也是对经济规律、社会规律的尊重。我对你们这个壮阔的长江啊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现在我再来看一看，确实是沧桑巨变。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，一张蓝图绘到底，一茬接着一茬干。